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学会这个南瓜小米红枣燕麦粥，一个星期给他喝两次。南瓜、小米、糯米、燕麦、花生、百合、红枣，加长香水，后盖隔水炖120分钟。要想孩子身体好，五谷杂粮少不了，自己不会搭配的可以选这款7日粥，粥粥有营养。